我们是在一个微信群里面看到的，这微信群里头是可能有家长为了孩子学汉字，然后呢他们贴出来的。咱们听了一个人钓鱼让大海卷走了都心里特难过，那三个小孩尸体飘上来，那真的眼前就是一个画面，然后呢在他们心灵里我觉得真的很挺惨的，挺凄惨的。